本台记者7月20日致电比纳公司，对方证实确有该通知。这个呢是针对我们自己员工的，不针对外围的，我们肯定不会取消的，而且我们内部员工是都表决的，表决通过我们才会实行这个一项行动，有这么一颗爱国日心才做了这个决定。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反响的，我们并没有说是刻意的要去炒作，也不是刻意的要去出风头。有关通知在网上曝光后引发舆论两极争议，有民众支持这样的做法，认为是表达立场和态度，又指苹果手机存在泄密风险，更换手机品牌并无不妥，但也有人表达相反的意见。关注事件的网络活跃人士秀才江湖吴斌20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，他们就是不算真正的爱国，中国政府表现的情况强硬，其实是在这个领土问题上很软弱无能的。中国政府是空喊，这些所谓的爱国者也是空喊口号。真正爱国是应该推动中国的进步、民主、事业、自由，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美好，而不是为了盲从这个政府。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。